还好啊，他只是在自己做的。啊啊啊啊！我们来看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种，这看起来还好啊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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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快了！你们看他的胸椎，他胸骨整个压到底，然后肚子往上的。对啊，对。这个应该一定是半裂了，感觉也还好，因为它都弹起来了。但刚那一下应该心脏有压力。我发现跟你拍片的节奏都很快，没准备好就拍死了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没点过这个影片啊，因为它都是意外的一刹那，谁知道在干嘛？哎呦！啊、哦，哎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他躲过了呢。哎呦！啊，他压到这边了！哎呦！他直接压到这边，他好险！你有看到好险吗？好可怕、哦！看起来还好啊，抱一颗球能怎么样？应该就应该不会砸到，该不会这个如果砸到脚趾头就很啊！哇！但是他应该有躲开了，对，但他一定有压，哎，他好像昏厥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啊啊！他手往后一折，哎呦！哦，这个，这是我这方面那个。你好重啊！啊！他压到脖子，他压到脖子，他压到脖子，赶快！好发！他刚刚那一瞬间是瞬间窒息哦。我看哦，好险没事呢。哦 fuck， 这感觉不妙哦。应该 OK。我为什么这么屌啊 ？OK 吧 ？OK 的。啊，没事，看起来没事，不会不会。哑巴哑巴，他可以，他可以，他可以要起来了。哑巴，他没有砸到吧？应该没有砸到。哎呦，这有人扶还有事啊！转到后面啊！哇，他手在转一圈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个看起来很不妙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，这怎么那么拱啊？完蛋了，为什么啊？干嘛这样这么拱？他这拱这样就已经很恶了啊！看他压到脖子，我觉得他会压到脖子啊！不行啊！哎，没事啊。刚刚那个是怎样？刚刚那是怎样？他找不到素材了。怎么样？怎么突然变跑步机啦？不是跑步机。好啊，知道这这作死，自己活该，自己活该。嗯。哎呦，这看起来这看起来太妙了。还好啊，他只是在自己做。啊啊！还好啊，他只是在自己做。啊啊啊！哎，他自己吃自己的鸡鸡啊？什么意思？他怎么搬过去的？有东西？为什么？啊，他那个啊，我靠！哦，好了，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对了，差不多了。我这次片最可怕的都是精华嘞，最可怕的应该就这些。你看，这个是低能儿在搞，哈哈哈哈哈，这片好笑了，哈哈哈哈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。有史以来录最短的一次，跟他拍片的节奏都棒棒棒棒棒。好，我们东西就是要一直来。OK， 看完了这些有没有想健身的吗？更不行。我觉得还是快乐的吃东西就好。没有啦，是我们要有在安全的措施情况下。对啊，因为它也算是一种运动项目，所以做不好都是一定会受伤。这个后果。一些跑步来的感觉，因为他是自己挑战自己，挑战极限，对，挑战极限。朋友有遇过这件事吗？我只有自己，就是哑铃这样砸到脚拇指，很想尖叫。对啊，你就是有时候放了之后随便这样一丢，因为他丢去地板有时候弹，他丢起来弹一下，怼。可以不敢叫，我忍住。啊哦，这啊啊啊！